我军多半已经渡河了吗？那么，博弈。后方有敌袭，身披银白铠甲的将领逼近了。是马超吗？那家伙不是应该在河对岸吗？ 逆贼曹操，我这就为我一族报仇雪恨！不好，马超快到近前了！曹操大人，是我冒犯了。什么？别让他们逃了，给我不断放箭！直接趴下！ 错过了绝佳的时机吗？可恶的曹操，下次一定要诛杀他！